你的小故事，我的大新闻，欢迎收看 PEPPO 公民新闻报。动物园的存在提供人们以非常方便的方式近距离看到许多的动物，但对于原本应该生活在野外的动物而言，却是狭窄又充满压力的空间，对动物相当不友善。动物园的存在与否以及存在的形式引起许多人的省思。原本应该在草原奔跑的狮子被关在栅栏里，在极地散步的企鹅被关在玻璃窗里照镜子。动物园将世界各地的动物集结在一起，离开他们原本的栖地。这样的生活，人类给过他们选择权吗？根据台湾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多年的调查经验发现，长期被关在一个地方的动物容易出现动物刻板行为，不断来回走同样的路径，或是出现一直转圈圈的情况。导致这些事情的因素通常是压力、孤立以及无聊，所以他会产生有一些忧郁症，或者有一些躁郁，因为跟他的生活环境完全不一样。那对这个动物来讲，当然就不是我们需要的这种五大自由里面的必须要的钥匙，所以动物会产生有一些反击，有一些会看到好像并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动作，那这对动物来讲当然相当不好。那我在想有没有存在必要，我想见仁见智，但是我觉得对动物物种有一些是必要，不一定要在动物园里面展示的，啊，有一些是可以在那边做的。所以在国外的动物园就变成新的，就是野生动物园，一来就是好几百家几千家这样的方式在做它这样 的展示。那我在想未来很多应该要看它的品种品系有没有适合，不适合的话又不应该在那边动物园里面。动物园的存在对人类来说或许有许多好处，但我们换个角度想，在疫情的当下，居家隔离只有14天的时间，但动物园的动物他们隔离的时间却是一辈子。失去自由的人生是我们想过的生活吗？在客家的传统庙会以及喜庆祭祀的场合，经常可以看到客家八音的演出，是客家族群流传已久的传统音乐。透过公民记者的报道，带您去认识客家八音。客家八音是客家文化里非常重要的传统表演艺术，各种庙会、岁时节庆、以祭天法祖或常民生活里都可以看得到客家八音的演出。八音为乐器材质的分类，包含金石丝竹陶土革木等八种，演奏方式可分为吹管、拉弦、弹拨、打击四大类。唢呐是客家八音中最重要的乐器，通常为领奏乐器。那就阿爸的话哦，那去你说就弹阿爸唱歌，啊，好家去了，好多厉害，哎，阿爸就做下那那个唱歌，就他最爱。客家八音面临传承问题，因为这个文化快要断掉了，所以看到这文化会不见，所以才愿意来学这个。客家八音喜气洋洋，热闹滚滚，万民欢乐气氛常在。